锦华是13岁的时候，5月20号，多美的一天！那是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早晨，明亮的阳光令人眼睛发花。唯一不同的，大概就是与锦华相遇了。但那日的朝阳与之前并无不同。那一天改变了我的生涯，也改造了他的后段人生。